班开麦啦！今天来到校方开麦来的这位嘉宾呢，他是红遍整个中国大陆，而在香港、澳门也有一定的知名度。那么如果说到他的大名的话，甘洛凡，也许你对他啊就毫无头绪，对不对？如果我再次说他是模仿刘德华的这位中国艺人，我相信大家对他应该不会感到陌生。那这时候事不宜迟，我们马上来欢迎甘洛凡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甘洛凡。真的好像，真的好像，是吧？就连声音呢，真的是很像，所以有点压力了，有点压力，因为今天好大牌人跟我坐在面对面，然后做了这个大概40分钟的这个访谈，我要好好把握机会，这是我的荣幸，感谢你，再一次感谢你来到古今电台来做客。知道吗？你是最棒的。谢谢。那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甘洛凡是不是第一次来到古今？不是了，第二次了。第二次了，所以第二次和你在之前那一次是时间到底距离了多久？距离将近有两年。两年，所以两年之后再重回到韶悦古今。有没有什么改变？好像没什么改变，天空还是那么蓝，所以是没有进步咯。这个没有仔细去观察，就是眼前看到的东西是很漂亮这样子。这也是真的啦，因为来匆匆，去也匆匆。不过这一次来到古晋呢，逗留的时间好像比之前会来的比较长一些，是不是？对，会多逗留两天这样子。好，那让大家来更多认识你好不好？其实甘洛凡在什么时候就开始爱上了唱歌，而踏入这个娱乐圈，甚至是这个歌坛？从小就喜欢唱歌，从小8岁就开始喜欢唱歌。我可不可以再深入一点了解你？这算是一个私人问题啦。可以。你的年纪有多大？我们就不要直接说，这个岁数7字辈还是8字辈？接近8字。接近8字、，OK，很年轻。然后好，我们继续再回到什么时候开始唱歌？你说从小吗？从小，对。那是在小学的那个年纪吗？对，小学一直都是，小学到中学都是学校里面的代表，歌唱代表，这样子。然后接着就高中之后就去比赛模仿刘德华，然后就开始进入这一行到现在。那么在你们中国大陆是不是时常都有一些比赛？我的意思是说模仿比赛。对，以前很流行。以前很流行。对，就是在中国大陆很流行嘛。对。你是在什么情况之下发现自己说有那种的潜能来模仿刘德华？那个时候觉得首先很喜欢他的歌，然后当时嗓子条件非常好，唱什么歌都可以，就偏爱刘德华，就模仿他的歌声去唱。可是一定会有身边有人吧？有人说你这长得好像哎。对。在什么角度看你真的是很像呀，又怎么样的？然后常会让你增加一定的那信心、自信。对，他们都说，哎呀，你的侧面好像刘德华啊。所以你那时候你就一直侧面来，你就往前看，然后我们就一直反我，就可以以你侧脸来看。我觉得这个角度会让大家觉得，好像突然间穿越的感觉一样。所以在你的歌唱表演的时候，你会不会刻意说，好，就是因为我的侧面很像，所以我就会一直。不会，我最多就是会摆两个 pose， 两个侧面的 pose 给大家拍照，然后就按正常的演出方式去演出。就是让观众自己去找角度，也是我找角度给他。